这是罗平强纲鱼的振兴标本，发现于云南罗平，距今2.44亿年前，是世界上最早的近飞行类日眼鱼目化石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哺乳类化石，全长可达40厘米。这是根据这个模式标本绘制罗平强纲鱼复原图。这次研究呢，我们突破了过去将角齿类和近飞行类作为两只独立的研究类群，在包括了60个化石和现生属种、224个形态特征的基础上，首次重建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全哺乳类进化树。为了解全哺乳类的早期演化、古生态和古地理，提供了新视角。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化石，对全国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